按摩师好了。啊、哦，调按摩师这样。按摩师，请说。啊，喂，请问我可以问董哲一个问题吗？啊，请说。董哲，我想问你一个关于 Jungle 方面的问题啊。啊，你是要问我台服地按摩师？没问题，你请说。啊、对，那个因为我最近常常在打战队积分啊，那个我有个队友他也是玩 Jungle 的、啊。这个他也很喜欢玩李信啊，这个自称黄飞鸿其实是个按摩师。按摩师，你是不是？你给他讲，你给他讲，你给他讲完，然后继续。啊，这个他常常会站进去，都只踢个 support 出来啊。这个，请问你有办法可以让他进步吗？你的那个，我懂你，我懂你。其实你们战队啊，我也是有看的、啊。你们战队的 jungle 是有一个是主 jungle 的嘛，还有一个是。就是比较就是一个副 jungle 的，那个副 jungle 的那个人，其实他的理性我有特别研究过啊，是其实是各种神踢啊，其实你别看他踢一个 sup 出来，踢一个 sup 出来也是各种威胁，那 AD 也是要交闪现什么的，也是各种牵制对面的、啊，我这样解释你明白吗？啊，明白。可是他除了他其实有人会玩那个加文士士啊，这个重击都中不到八龙。我觉得他讲的我也认识。啊啊啊，对对对，我们知道了，我们今天节目长度也够了啊，那还有没有什么